Hey, 笑一个。Hello YouTube, Hello everyone, 大家好，我是小皇帝。今天呢非常开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两样事情要跟大家分享。第一样呢，就是我明天要去旅行啦。去哪里旅行呢？我们去金马仑高原。然后金马仑高原呢，其实算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旅游胜地来的，然后很多美景啦，然后很多地方玩啦，有山有水。然后第二样事情呢是什么呢？第二样就是听好哦，我要送出两架 DJI Osmo 4给大家，你们要多多帮忙，帮我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， 只要我的 YouTube 频道呢到达1000个 subscriber， 我就送出两架。你们要怎样拿到这个 DJI Osmo 4啊？就是你们要 comment， 你们只要写 I love DJI， 然后写你们的 email， 只要抽选到我就会发给你们呢、就是通知你们这样哦，你们得到了幸运抽奖这样子 ，OK。然后呢？我即将是要去Cameron 了嘛，就是不是即将了，就是明天啦。然后我会拍一些过程，然后拍一些就是我们去哪里，然后吃什么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啦。OK， Hello， What's up， 大家 Good morning。现在呢是凌晨4:44，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出发，要去 Cameron Highland。然后我们现在先去我老婆的家，然后载一些小朋友先啦，等一下路程再拍给你们看啦，拜拜。刚才哦，有人驾车哦，一边要驾一边要睡哦，然后我们就听那个 R&R 去的买速焦糖跟那个 Red Bull， 看你看你看，我妹妹，差不多一个小时这样我们就会到了，在新巴布赖。然后新巴布赖还有一个小时半就可以真正到达 Cameron 了。各位观众，哇，经过这么难熬的一个车程，终于到了金马仑高原，真的是太累了，真的是，哎呦。塞车塞到真的是离谱，然后刚才呢我们有讲要去吃一个 strawberry 的nasi lemak， 但是没有开，现在我们去 The Lord's Cafe 了，等一下再拍给你们看呢。哟，终于到了 homestay 了，哇，真的是很煎熬的一个路程啊。然后刚刚我是说那个nasi lemak strawberry 没有开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选择去另外一间也是很出名的，也叫做 The Lord's Cafe， 但是也是没有开。去到那边，哎，真的是累啊。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些东西来吃。然后现在呢，我已经在我的房间了，但是我不想拍这个 room tour 给你们看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间没有什么特别啦，就是三间房，然后一个厕所，一个厨房，一个客厅这样子而已。然后等一下 after 五点我们就会出去玩了，然后我再拍给你们看那些过程。老板娘来 strawberry juice。喝啊，它好喝吗？酸。
那我们在找这个地方吃东西。不错吧？啊，没有吃什么，要吃彩色的。太矮了。太高了。现在我们去采收 berry。给他拍的过采的过程再拍给大家看吧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一个 strawberry farm， 然后有种一些蔬菜啊。哇，你看这个菜好美哦，不知道是什么菜来的，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在以下留言吧，给我知道一下到底是什么菜。然后还有很多前面，这个我就懂，这个是 salad， 这个不懂就惨了。那前面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个就不知道了。小花，他是小花。Good morning， 来到了第二天。那今天呢，会去的地方比较多，然后我们去看绵羊啊，然后去采草莓啊这些。昨天呢，有很多地方关了没开，所以昨天也是蛮累的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去这样多地方了。然后今天就拍更多给大家看这样子。你不来过来的，你不来，你还没在这边做。还好有刚才有一个取出来，那个鸟笑。什么人等着了？人呢？我们已经疲倦了，
因为我们开去那个波提吃一点点心，然后就现在要下山去找动物们，然后我们去，现在我们要去拍照先，这些小朋友在拍照。老板娘，开心吗？还好。这么还好哎？很累。很累啊？很焦，很多人，很多车。重点是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开心啊。开心没？开心啊。OK， 他讲开心，但是我不开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驾车的是我。哎，我有照顾你哦，在车上。我看我也他们不，你没有睡，我的也没有，我也没有睡耶。我在看 GPS 哎。OK 啦，等一下要去喂动物那些再拍给你们看啦。我觉得这一个 vlog 是非常非常闲的，你们就闲闲的看啦。这在哪里？看到吗？这个里面哦，哎呦，这个 spider， 你好大只哦！哇，这个咬人会死吗？不会，这个是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在那边。你在看？在什么？有八字。有。哎呦！你那时哦。那时姐姐做 experiment 就是抓这只哦。你看到了，还没盯着我们呢。哦，那个。我比更。很帅，我更帅。哦，你喜欢这个哈？哦，哎呀，哎呀。你不讲个维多利亚，真的，我的头也是圆领的吗？你们看这个花美吗？很美哦，但是，哎呦，毛毛虫哦。你要吗？我不要。你喂啊。放在手里面，怎么放在手呀？吃三宝了。哎，你来。我不要。我给你的。我这个不要的。不要。我要帮我哟，给我吃一点。Hello， 喂，你吃到很爽哦。哟，他们在打架。
这个整。为了抢一只母的。OK 了，可以吗？那边来了，不要了，走了。喂这个。喂这。你要给他一只，喂他，喂他，喂这个，喂这个，他要吃大便呢。他不是要吃的掉吗？他不要你哦。他们一直拉来拉去，真的，抢来抢去，人家没有吃过呀。他们没有咬的嘛，他们是拉，他们拉断了，他们就吃。看，放下啊，来。啊！找不到他的头。啊，头在这个边。哦。不是啊，爸爸。不给人家。可以看到的。你们不要踩你前面的，你看毛毛也不行，代表不毛。绵羊哎，这里表面你看，你看看绵羊，这是可爱的，这了不是？走啊，去看绵吧。喂，要吃啊？我摸完了。他比较猫子，真少啊。他生病了，他屁股好摸啊！Hello， 看我哎！还要吃东西，不要看我。Hello， What's up, bro？ 还要贪吃，你看。要吃东西，不要应我，你看。啊，起来了。Good morning， 大家好。现在来到第三天，然后呢，昨天有很多地方都没有开，我们想要去采草莓，这个伤心了，没有得采。我们要采草莓，但是没有得采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一个不知Kier Garden， 看风景一下，看花一下。但是这里是写是可以采草莓啊，但是没有的，也是没有得采，太早了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就下 K 要去吃，吃什么？Rock you 是吃什么？烧烤。OK， 等一下到了再拍给你们看啦。啊，送给你们一个东西，送给大家一个东西。玫瑰花，献给你们。哇 ，OK 啦，等一下再拍给你们看。
哟 ，What's up？ 嗨，我们要回来了。我们要回来，要回马六甲了。现在我们在三位 Pyramid， 然后要回现在刚才他们已经买了很多很多东西。哇，不到一个小时化疗，到家。千诶，接近4000吧。哇，接近4000块。女生买什么的吗？来。香水。这个是鞋子。香水。买香水，拿出来让我看。买香水。这个是。Mother's Day。他买给妈妈的母亲节，还有他自己的。那。这是自己的，这是自己的。这个很香，非常香，我很喜欢这个味道。本来还是拿另外一个 DC 的，但是我不要，我就要拿这个，这个非常香，真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走回去拿车，我们的车非常的远，因为太多车，但是太多人了。太多人了，上面他 parking 真的太少了。然后我们park在有一个新的 hotel 啊，不懂是 hotel 还是什么，好像 Bailey Gun 嘛。忘记了叫什么名，我们把阿那边，然后走一个天桥，走了好远好远好远。OK 啦，我们现在 on the way 回车去马六甲了。到了马六甲，我再跟你们讲一下啦。拜拜。